小姐也算是回来了，佳爱，光阴叔，庄家以后还得靠你，回去吧。 你来了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方小元帅呢？我让他们好好守着你的，走，我送你回去。我想跟你单独谈谈。 你的身份，你和庄家的关系，你才是。所以，这些就是你一直想要告诉我的秘密。原来你是这么厉害的人，原来你才是庄家唯一真正的继承人。其实，你根本不需要我。 Thank you.
其实，你凭借你自己的能力，你可以拿回属于张家的一切，是吗？所以我们结束了。只有一年时间，现在都还不到一年时间。曼宁，谢谢你遵守了你的承诺，把我平安的送回了我的世界。我现在我也可以全身而退。什么？你？我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夕颜救了我，我也还清了我的债。严星辰，不是，严总，游戏结束了，我们两清。你说的对，游戏结束了，我平安地把你送回到了你的世界，我们两清了。孤独的时候。